今天是秋天第一天，看一下靠山吃山，谈谈向日葵吧。收获它不只是一个漂亮不错的花，还有不少的种子，可以种下种子出售，我会卖掉。什么东西啊？看月历，好啊，我们看一下。以后我们可以买月历放在家里，哎，自己家里就有月历，就不需要每一次都跑到镇上看个月历，还要跑到镇上，你不觉得太好笑了吗？哇，明天是潘妮生日哎，潘妮耶，要准备一下。喜欢向日葵，喜欢甜瓜是不是？我先买种子啦。哎咻哎咻，来，跟你讲话。南瓜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哎，我怎么买十个？我怎么买十个？哇，还有这个哎，小月季花种子、不雕花种子、葡萄种子。对不起啊，那个没钱呐、啊，没钱呐、啊。蔓越莓种子先买好了啦，我只能种到蔓越莓而已，剩五块钱呢，前面买太多了。啊，洒水器不知道好了没？我也不知道哎，我去看一下好了。如果好的话就可以浇水了，不然的话就是明天才能种，今天不能种，种下去也没有办法收成，种下去搞不好种子还会枯萎。洒水器，噔噔嘞，铜制洒水器，我拿到铜制洒水器哦，太好了，哦，可以种了，可以种了，今天可能一整天都在农耕生活了。哇，14点了，什么先睡觉，还没种完不睡。现在是改版了是不是？哦，不是，这是我吃的东西，有那个，已经很晚了，来不及了，剩下只能明天种了，把这个浇完水就休息了，把这一颗球球捐赠给你。哇、哦，有新的奖励哦，你要得有什么奖励？获取奖励，一幅画。陪你不在这儿、欸，陪你去哪里哦？其实我到现在还不知道陪你家在哪里耶、欸。陪你家是哪一栋？这一栋吗？我要看一下，我要看一下，陪你家在哪里？啊，陪你住车屋哦，我以为车屋是那个老女人住的哎、欸。等一下，那个老女人不会是陪你的妈妈吧？真的还假的？哎、欸，我好震惊哦！他们两个根本就是不同气质的啊！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陪你在这，感觉就是陪你，你过得好苦哦。我来送你生日礼物，原来你记得我的生日，真是太好了。怎么办？我好想，好想救佩妮于水深火热之中哦。雨滴打在我们的拖车金属屋顶上，非常的响。不过挺好听的。佩妮，你好可怜哦。我好想救你出苦海哦，你来我的农庄住好不好，陪你。哎哎，好感动，已经上飙高哎，飙高嘞，瞬间飙高有没有？哇，三个人并驾齐驱嘞，你看我们的那个。我们的心念一转，三个人就并驾齐驱哦。今天不是好天气啊，亲马尼哎，亲爱的亲爱的武秋风，我想给我的奶牛们吃些好吃的，那些牛奶棒极了，我有点饿，能帮我搞到一些苋菜？这个怎么念啊？
上面一个草，下面一个剑，就叫剑菜好了。那他们喜欢这个，麻烦你了。可是我根本就没看过啊。这个种得出来吗？哎，塞巴在这。要是房间里有个窗户，也许就不会这么阴郁了。我以为是你的个性影响哎，你是逼不得已才住在地下室的哦，这么可怜哦。哇，原来想要宅不是因为你想宅，是因为你不得不宅。我错怪你了是不是？其实这个塞巴颜值很高，很多我看很多女实况主对塞巴都欣喜若狂，有没有？是的，噔噔噔噔，回收机哎，木头将捕鱼废料转换为资源，马上来做。我那个捕鱼废料常常有，今天没事好。捕鱼废料常常有，我们终于可以用这些东西，终于有用了。大家叫我留着这些废物，终于发挥效用了。这些废物终于能转化成能源了。把垃圾这个垃圾变成有用的资源，要多久才能变成有用的资源？废物回收再利用，精炼石英棒欸，好棒哦。其实垃圾还是可以化成有用的资源。我们继续丢垃圾进去。那个今天还是下矿好了，我们要挑战化不可能为可能。哎呦，哦，七十层了！哇，我到七十层了！高级弹弓，你获得了什么？大师弹弓，需要钻填弹药。好了好了，七十层了。哇，地牢嘞！这里应该有不一样的东西了吧？你是什么东西？而且我挥击的速度好像变快了，是我的错觉吗？铜矿石不是很想挖哎，我要黄金啊！黄金没有办法像这样子挖出来，是不是？已经很晚了，我要被捡尸了！哦，八十了！耶、yeah! ！踏火者靴！哦，赶快走！砸金石，等一下再去那个。哎，你怎么在这？我是来向克林特收税的。哇！砸开金石，原来收税是这样收的哦，我以为自己汇款呢。乡下果然不一样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大理石？没有哎，哎，五个黄金，原来黄金是这样拿的哦。哦，砸开，哎，又有新东西了，玄武岩。好了，我砸完了，该砸都砸了，再去捐。所以我现在可以回去练练金棒了，是不是？有黄金了，有一点点了。捐给你，玄武岩。哎，有新的奖励品，又有新的奖励品。哦，我要给你拿新的奖励品，获得奖励。会唱歌的石头，击中就会被发生顿音。他为什么都送我这些东西啦？不实用，只是装饰品而已。那我继续下矿，多么拼命啊！努力的男人最帅气。八十层了。哦，这里很暗呢、欸，还好我有字体发光。这一颗是什么？哎，太幸运了吧！那不挖了，继续往下。不早了，哦啊，有金矿，
金矿两个。哇、哦，这里好，这里好。哇、哦，而且好痛。哇哇哇哇！哎、欸，我们可以开几矿那个了。我找到了。啊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好好好，下去下去。我在这一层混了好久哦。哦，找到了，可以走了。噔，哇，这个是什么？你是谁？我不管你是谁，我要离开了。他还发射气功炮。他还发射气功炮。现在来修复矿车，之后可以坐矿车到那个柜子里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没坐过矿车，所以我也不了解。可以，矿车修复，奖励五个。呜、哦，小精灵出来了！不进，不进，不进！我们是。祝你魔森林的守护者，噔噔！祝你魔，祝你魔！哎，这里恢复了、欸，这里恢复了！哇哦，给我一颗星星吗？你要给我的吗？不然你要搬去哪里？哦，完成之后就有一颗星星，哇哦！哎，小精灵跟着我了耶！哟呼，祝你魔！哦，该睡觉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我们哎哎有事了，有事了，晚上睡觉有事了。嘟嘟嘟！哇哦，有事哎、欸，很有事哎、欸！我的煤炭好像不太够了、欸，只剩五个煤炭了，先收起来好了。哦，这里还有55个，那不用紧张。我以为我快要没有煤炭了，事实上还很多。矿车在哪里做啊？我去找一下矿车的制作，做矿车的地方。是这里吗？这里吗？一数，这里可以坐矿车。这里，哎，目的地，小镇。哦，可以直接坐来这边，我就不用跑这么远了。巴士站矿，哇哦，这么神哦！这么神哦！我刚刚干嘛走过来？哎，对不起啊！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看。靠山吃山，欢迎来到靠山吃山，又有新提示跟你们见面了。你好，如果你是小镇的农场主人，农庄展示的活动一般来说，农庄能展示包括九样展现你物品才能的东西。越是高质量、高价值的东西，别忘了什么最好的丰富种类、鱼类、矿物、手工艺、蔬菜都很不错哦。什么东西有什么价？有什么季节？我不知道的季节啊？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季节？在这个城市里蔓延吗？这个季节黑莓成熟了，外面丛里到处都是黑莓。我想要采一点回去，但我找不到我的篮子，可以帮我吗？莱纳斯，莱纳斯要篮子哎、欸，篮子掉了也要帮我、哦、啊！我是寻物高手是不是？大家有事没事就找我有没有？这里还有，等于马尼一份牛奶，我没有，对不起。潘姆渴了，麦芽酒，对不起，做不出来。
我现在我想中的是这个，想做的，目前想做的只有一个，就是黄金洒水器。做出这个，我才不用每天自己浇水，浇到快要吐血，有没有？浇到吐血也没人殴肉你。先把这些收起来。哎咻！噔噔，耶，有一个了，有两个了，我可以烧焦六块水了，不是烧焦，少焦六块水，感觉还蛮好的啊！我的好多东西都被吃了。哦呦哦呦哦呦！卡点卡点卡点！哦呦哎呦！好嘞啊！被撞到了！武秋风 ，wake up， 武秋风！我发现你晕在矿井里，幸好我过来看见你，下次小心点好吗？他说什么？你少了一千块哦！我的薄饼，我第一次死掉哎、欸，手杀哎、欸，真的，到了85层手杀，是，感觉道具少了不少，道具都还在啊，不晓得哎、欸，反正不管他了啦，哦。减少20%，哎、欸，我不能挖金矿了，减少20%呢。原来死亡是减少这个、哦，死亡惩罚是减少这个，减少20%呢、欸，不是10%。我的金矿没了，被退回去了。太邪恶了！哎、欸，海莉，好久不见。购物不像以前这么有趣哦。我是怎么了？你爱上我了？嗯。